今年因为气温较低，加上水气有较高，雪山山脉积雪真高，嘛吸引到真济登山客，所以嘛是定团出山难。根据统计，今年到三月初十，18国家公园都发生10件自然救助事件，这嘛造成三个人死亡，七个人受伤。今日星期前往雪山的圣灵山，百灵阁头前100公尺的所在，从上头300公尺深的中型登山客，跟起的直升机送往病院救治。不过任务才拄结束，雪山宽谷又阁传出另外一个登山客需要协助。一个是在2号千谷上方，一个是1号千谷，两个都是在冰天雪地里面，可能装备不足。刚才在后几天，雪山宽谷就发生两件山难救援，两个所在相差无到500公尺。雪山山脉因为寒流，水气嘛相当充足，创下5年以来落雪上侪的纪录，嘛吸引真侪登山客来上山，嘛让救援人员是非常无闲。根据雪白国家公园统计，今年一直到3月10号，雪白国家公园园区内底，拢总有10件艰难救助，其中伫雪地有7件，造成7人受伤，3人亡身。专家表示，装备甲行前的训练是袂使少，尤其保暖更加是上重要的条件。把水汽跟风把它移除掉，不要让这个人已经受伤了，那他还要再接受环境这些因素去影响他的生理条件。陈乃兴表示，除了冰斧，下底所使用的冰爪以及头盔是袂使减，因为雪地是相当滑，攀绳埋套伫身躯顶较保安全。而最近当地开始游雪，以团体游雪的方式，才会使上好较保安全。而上重要的，除了避免家己孤一人来爬，雪地甲一般登山还是有技术的无同，应该做好行前的规划甲训练来较保安全。记者台中苗栗综合报道。